吴宗宪。有人尖叫了。好，来，先生来。来来，右边右边右边还有分二排跟三排哦。新的嘴，对，新的爸爸，新的爸爸，新的爸爸。谢谢大家支持我。啊、再次谢谢 Sandy 姐啊。不要这样子，你又来。对啊，平常说我是靠你才入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再一次的替你跟大家道歉。道什么歉？没有，因为他平常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他嘴快嘛，有时候讲话讲快了，就是会让大家好像引起一点轩然大波，或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炮火。没有啊，他其实没那意思。我跟他认识26年了，他人不坏，他还没有对我下毒手。一定的，所以还好。这个所有媒体记者朋友，我也都认识20-30年以上啊。那这个做节目还能够得到这样的肯定，我们真的非常开心。对，我这个很少词穷，那今天还真不知道要讲什么啊。希望这个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啊。我比较在意那个金钟奖很大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喜欢，大家都喜欢。很哪一段？是，对，对，嗯，不是这样，但你也可以讲啊，比如说YouTube 或者 Google 或者 FB， 这是美国的，它不是台湾，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系统它进不了中国大陆，那我们中国大陆也要有合作啊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播啊，我们才能有市场啊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播啊， FB 里面赚你们新闻赚多少钱，不会问你们老板吗？对不对？是我是不是讲的实话？没有人敢讲，都是我在讲。